今天的闹钟好像开玩笑，急急忙忙要迟到。早餐是豆浆、牛奶和面包，幻想着自己是男。停停停！林律啊，老师能看到你的进步，但以你现在的水平去艺术节就是事故。林律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等一下。老师，我们这个是合唱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来晚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们15分钟排练一下？老师，您喝点水，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。那就试试吧。你们这个时候来干什么？这种时候我一人多乐就行了，你没有必要有难同当啊。这首歌你很熟了，跟唱也没问题吧？就是啊。我这首歌所有音符我都挺熟的，但是一紧张我嗓子就不行。没事儿，你就唱前两句就好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那我后面干什么？听柠檬说你不是会跳舞吗？到时候你就……那都是瞎跳着玩的。没事儿，你就跟着节奏摇摆不就行了 ？OK。好像开玩笑，急急忙忙要迟到。早餐是豆浆、牛奶和面包，幻想着自己是男主角。单车的车轮掀起马路风暴，前排的女生在偷笑，班长在咆哮。跟着我一起踏上梦想的跑道，不怕别人嘲笑，抓紧时间把热爱装进背包，不顾一切努力奔跑。跟着我一起踏上梦想的跑道，不怕自己跌倒，不管小脑袋留下多少问号，有你才最最重要。今天的闹钟好像开玩笑，急急忙忙要迟到。早餐是豆浆、牛奶和面包，幻想着自己是男主角。单车的车轮掀起马路风暴，前排的女生在偷笑，班长在咆哮。跟着我一起踏上梦想的跑道，怕别人嘲笑，抓紧时间把热爱装进背包，不顾一切努力奔跑。跟着我一起踏上梦想的跑道，不怕自己跌倒，不管小脑袋留下多少问号，有你才最最重要。这几个人可以啊！天哪，这也太好看了！这女生也很不错啊！啊，这个弹吉他的男生好帅。林律啊，林律，你怎么会帅成这个样子啊？哈哈。
行不行不行，林绿，你喜欢的是柠檬，朋友妹不可欺。吴正，啊，请看，上头条了我们。你看，是吧？上头条很难吗？你厉害，反正我是第一次因为唱歌表演上头条。你这吉他弹得不错嘛，你还有什么是不会的？那都是吴越为了帮你想出来的。你们俩怎么越来越腻歪了？什么腻不腻歪，我跟你哥现在可是过命的交情。演出太惊艳了，老师夸了我这个艺术节负责人，多亏了你们，所以饮料和零食我请客。哟，柠檬啊柠檬，你可太偏心了吧，都是吴征喜欢吃的。你就吃呗，我和吴越一起买的。吴征学长，谢谢你。干杯！干杯！